家，哈哈哈！快乐哈到家。今天又要哈什么呢？今天呢要哈创业。创业，做老板。哎，我倒想先听听看你对创业这个意见。嗯，我对创业啊，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的关系，景气的关系啊，可能是说现在越多人呢想要自己创业了。说实在，我就这方面有自己个人不同的观点和论点。是，简而言之，我的论述就是，其实你就算是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也有人失业，也有人失败。对，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有人赚钱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这就是要创业的时候，到底创对业还是创错业？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现在大家都在说到大环境的因素是造成个人的一些问题。对，我觉得何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是你人生十字路口，好好想一想，你在做这件事情，在做你自己事业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想一想。但是今天你在家里面想太辛苦了，各位观众朋友，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吧。今天我们请到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想，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很好，对不对？要不然我们两个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对嘛，我们今天就好好想。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的话，那就来看这一集。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洪冰镇老师，欢迎。还有第二位美丽的张旭兰小姐，欢迎。哇，美女美女。对，还有第三位张明娟小姐，欢迎。第三位来宾，哇，我们奇怪，我们节目常常就是这样子哦，这个已经是本节目的特色之一了，这请到不是帅哥就是美女啊！丢个大哥丢不丢？丢丢，有请。现场已经有100名的观众，但是却发不出一个声音。这没要紧，这没要紧，大家笑在心里面。啊，笑在心里，不要含蓄含蓄。啊，对对对，那么既然我现在拿这个车子，对对，因为跟我们的特别来宾有关系。哎，他的创业呢，就是把自己从小的这个最喜欢的这个车子啊，变成实现出来他自己的工作。哇，尤其是我告诉你哦，这个本身啊，这个创业的业主啊，厉害厉害，原本的行业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啊，但是呢，今天我一定要好好的访问他，因为怎么女生照理讲，你再怎么转来转去，都是以文的比较文绉一点的行业为主，他怎么会跑到那个武行里面去呢？还变偶秋呢？偶秋呢，真是奇怪了。那我们现在先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明姐。明姐美丽的，真的美美漂漂的小姐姐。哎，真的，你告诉我说她是一个那个偶秋的老板娘，我真是没有办法联想在一块。对，这么漂亮，可是重点是明姐要为这个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之前的行业是什么？嗯，我之前是在航空公司担任空服员的工作。空姐耶。空姐，对嘛，你这样讲我就对啊，为什么完全能够空姐其实也还不错，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蛮好的职业，还不错的行业。是，但是我觉得如果一辈子当空服员，好像跟我自己的理想有一点差距。啊，这是每个人的梦想哎。就是看突然这样看通了。对，这是完成妈妈的梦想了。那其实我自己的梦想是跟兴趣还有工作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要待会可以好好再聊，好好谈谈聊一下。哎，那么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位来宾。对对对对，下一位来宾这不得了，叫做 double E 啊，4E 啊 ，double E， 所以又是 double E 的发言人。哎，张旭兰小姐，旭兰，嗨，大家好。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现况非常非常了解。对，哇，人力银行真的是应该是最第一个马上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行业吧？对，现在很多人洗鸡拜拜，头颅拍锤啊。哦，但是呢要混口饭吃很辛苦，那干脆有人就想到说要来创业。但是不是每一行创业都能成功哦。其实像我们了解到自创品牌的创业哦，大概有30%会成功。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加上这个实际上的经历，还有加上这个数据上的这个考量啊。不过重点是我们还是要先有些预备的工作，我们就请到我们的淡江大学气管系的教授啊，洪英镇，英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主持人好，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在这个部分呢，老师，我相信你这个就你这个旁观者啊，你看现在整个对观察的面向来看的话，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一些这个参考的方向？其实啊，通常就是经济的那个整个景况哈，大好大坏的时候，这个喜欢创业的人就比较多。
坏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在原来的单位他可能就被资遣了，对啊，或者薪水被紧缩啊，无薪假，所以他就想说那与其这样子，反正在这儿也是一刀，出来也是一刀，没错，那就横竖都要一刀啊，就出来了。对，说到这边其实因为今天有专家啦，今天也有非常就是实质操作的，以及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么同时我们这边也有这个一啊，他们做了一些数据，做了一些调查，我们现在不妨来看一看啦，就这方面我们来讨论讨论。现在啊，有关于这个就是创业这件事情，是是哇。这个是有根据的哦，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呢主要是讲这个想要创业的原因，创业的原因就现在的数据看来，他第一个你看这个达到45.51%，哇，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包含在这里面吧？真的吗？对啊，赶快看一下到底是谁。哇，想创业的原因是经济差，工作难找，这个占了45%。真的，真的，真的，因为现在失业率很高。那很多人呢，就像刚刚老师有讲过的，有些人呢，因为被裁员，或者是呢被无薪假，甚至他可能薪水就已经被减半了。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如果再去创业的话，相对来讲啊，他输的少。因为如果你原本赚得多的话，他要投入的一些包括时间成本啦，哈，金钱成本都会比较高。那这个时候我想说，怎么样横竖都一刀，反正呢再怎么样呢也都是这么惨，那还不如去试试看自己有兴趣有理想的这个行业。就其实啊，在我们身旁有很多朋友，他们就这样，譬如说早期这个不是早期啊，前一阵子被无薪假啦，或者被资遣的，他们可能在原有的公司都已经待了哇十几年了，甚至于有那个哇那个已经一出到社会就已经待在这家公司，然后那个一旦年龄哦都已经不是竞争的年龄了，第一个哦，那第二个呢，这个已经好半辈子已经都在原来这个职场上面，其他的行业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所以一出去他们还要再找另外的工作啊，真的那个竞争力是不是有差很多？对，35岁以上你想要再就业困难度很高，困难度很高。所以明杰那时候你会不会有点太冒险，自己好那么好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个要重新几乎到从头再来开始的？其实以当初应届毕业生，如果6-7万的薪水算是不错了。是啊，是啊，大家都很羡慕，挤破头了那时候，对，招好空姐的时候，没错啊，对，是啊。但是我想说，以后有一天结了婚，必须要付房贷、付车贷，还有小朋友的一些教育费用，可能会不够。尤其是当我6-7万会嫌不够啊，那也很高的这个薪水了。啊、可是如果是要是万一不小心，明姐又升得多。不是，我那个是庸人自扰，对不起。多子多孙都不行，真的鼓励大家生产报国。不是，但是重点一定有不同的规划，是对不对？人生里面，像我的同学啊，他们目前都已经是公司的小主管了，是，可能他的薪水也在10万上下。那我觉得有一天我也希望达到那样的标准，所以才会决定说我应该要放弃现在的，去追求更好的。好勇敢，好勇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第二名的是吗？第二名他占了43.91%，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的，第二名即将揭晓，就是达成梦想、自我实现啊。这就有点像明杰。旭兰是不是像明杰这一种的？对，其实大部分人哦都有一个创业老板梦哦，不要说别人，我自己也有。我小时候就最想要开盐酥鸡摊了，因为自己喜欢吃啊，就很想要开。所以每个人都会想过说啊，当老板很自由，所以呢，我要。当老板想什么就做什么，对。可是呢，很多东西事实并不是这样子，但是不去尝试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尝试之后呢，才会发现说，哎，也许那只是一个梦想，或是真的有一天可行。所以呢，都会很多人想要付诸行动。在这个节骨眼上，特别是不景气的时候呢，会慢慢这个声音就会浮现，促成他们想要付诸实现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点。其实像刚刚洪教授所提到，在大好环境的时候、大坏环境的时候，都有人想要转业。是，我就想到70年代的时候，那大堆小老板了、那现在就这个方面来看呢，那洪教授有什么样的？也是一样啊、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说创业的那个门槛哈、现在就是说也都有一些企业，他都透过一些设计都把它弄得很低了，比如说连锁加盟，是、对不对？我整个技术支援你，我整个物料都是中央厨房供应，是，然后这个你进来之后，你还有一定的保障收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他又有一个老板梦了。我觉得我们华人啊，华人在这个血液里面啊，就是有一种好像冒险泛滥。对，而且总觉得好像做了老板才叫做事业有成。对对对对，想在这边要再请教一下明姐，因为她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她自我这样子。可是我想要知道，你这个在转业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了多少准备，而且你准备了多久？其实在创业的之前，我可能在航空公司那时候就有去发展我的第二专长，就是我去国外学一些相关的汽车改装技术。你飞到国外，然后还有时间去这样子？对，可能要牺牲一些睡眠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已经在做准备了。有，我准备了4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再转过去。对。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看人家哇，好像人家转业转得又很成功又很好，可是没想到那个背后的预备时间性啊，跟整个过程啊，其实是很冗长的，绝对不能冲动。没错。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三名。第三个占了 39.72%， 到底是什么样的族群呢？想拥有工时弹性的自由。哎呦，是这样子吗？其实老板的那个角色就是有这个特性嘛。是吗？可是你当老板的时候，你从头到尾都要你来盯啊。可是是你在决定，撞钟的是你，扫地的也是你啊。可是是你在决定什么事、什么时间来发生。最起码是自主性提高了。自主性。那旭然你觉得呢？很多上班族就看老板啊，他老板不用打卡，他想去哪就不用跟人家报备，以为老板很自由啊。跳出来创业以后才发现说，老板是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都在工作，他随时都在操心，不管是工作内的，或者是说包括资金啦，包括人事调度啦，其实老板要操心的东西真的很多。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朋友是上班族，他无薪假嘛，放一放，想说算了，划不来，我干脆去转去卖鸡排。你以为鸡排的营业时间真的只有晚上到凌晨吗？错，他从下午睡醒起来开始就预备那些肉啊，要腌好，料要准备好，准备的是一个晚上的食材，所以他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他都在为这个晚上的工作在做准备。所以真的，如果说为了要工时弹性哦，来去转业或者是当创业老板的话，我想这个上班族可能到时候都会大失所望，因为事情都不是这样子的。明杰，当时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觉得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工作时间，然后会有这么浪漫的想法吗？你有达到这样的梦想？真的吗？有。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的话怎么办？因为其实航空公司的排班时间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它常常一个 schedule 的改变，我们可能隔天放假的就要去上班。对，那我觉得自己牺牲了很多学习的时间，然后跟社会也整个脱节了，所以我才决定说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下来自己当老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够支持哦，像之前创业维艰能够支持明杰到现在的，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兴趣了。对，要不是因为是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兴趣，我说实在忍不住多久哦。OK， 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项占了25.95%。 Yes， 不想看老板的脸色。所以自己当老板摆脸色给人家看。对，怎么样，每天被骂惯了也会想骂人吧。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那个，因为这个调查是在最近不景气之后做的一个调查，所以大家会感受到老板压力很大，然后老板就把这个压力转嫁给上班族。他觉得我花了这么多薪水请你来，结果呢你创造的业绩在哪里？特别像业务同仁哦，他们可能就有很深刻的感受。是所以每天被压榨，每天被念哦，就觉得说我资质也不错啊，为什么我要听你念？我干脆出来证明我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很多上班族就干脆跳出来了，自己当老板。对，那有时候那个没有办法，那有时候员工被老板骂到一个临界点，真的受不了。我真是被你看清了，好，我就自己出来证明一下我的实力。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吗？这个是，你看很多那个后来创业有成的人哈，若干年哈，他就感谢以前那个老板。对，所以老板对你太好哈，是对你不好。对，其实有的时候压力，工作的压力也助长了你自己，对不对？让你自己能成长。所以老师讲话，悲愤为力量就对了。哇，是是是，好，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23.95%的对原职资薪或劳动的条件不满。这很多这就很能反映现在的状况了。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放无薪假，或者是呢直接就把你 fire 掉了，或者是呢降职调部门。因为最近很多老板为了说要节省人事成本他就干脆呢想办法去动你
甚至在公司的这个角色，看你能不能自动就离职啊，因为工作的变化所以自动离职。所以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干脆想一想，哎，我干脆离职算了，这样子就会造成说他可能在未来人生规划当中哦，会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对呀、啊，这种劳动条件不满，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明杰，当时你对你的工作环境满意吗？其实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你这样子跳出来，不会觉得有点可惜？会有一点可惜，但是现在可以买机票自己去玩。以前不用买机票就可以到处跑了。以前当初飞行的话不一样，那是工作。明杰，你如何嗅得商机的？当初我是希望创造一个独特的商品。就是、哦、对，他可能是一个思考方式跟别人比较不一样，他是有一些反差的。虽然它是一个小众市场、嗯、可是因为它是一个个性化商品、嗯、可能会接受大众的接受度会比较高。当初你投资了多少在你这个？当初我认为可能四五百万就可以完成一间店面的梦想，结果没有想到，因为我是汽车业，所以汽车的成本非常高，加上国外进口的套件，所以我总共花了七百多万的成本，独资吗？就或者跟你的伙伴这样合资？对，是是，哇，好高、哦、好有钱哦！所以这样讲起来，到底创业好？那你们既然成本已经下了，创业就难道就等于利润上就更多的回收吗？其实不一定呢，我想这个要创业者都要准备一颗很强的心脏啊、嗯、特别是你前期哦，现在观察到的，如果说有机会要回收的话，可能没有到一年都很难，那有些产业可能要更久、嗯、特别在不景气的时候，我想这整个时间会拉长。那如果说你在准备的资金是不够的啊，你的周转金也不够的情况之下、嗯、你可能前期你就受不了了，就撑不了了，就也许是转让啊，或者直接收起来了。是是是是的，我们谈了半天了，有关于想要创业的原因，零零总总有好多的原因、嗯、那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跟感觉，但是真的创业就好吗？对、啊、真的创了好业吗？很害怕耶。吴教授，因为如果创业一定好，那每个人一定都成功嘛。是，对。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失败的人也不少。哎、嗯，对、嗯。所以我会觉得，像你刚刚那个就是明姐的例子啊、嗯，其实我觉得她很重要的是她的人格特质。嗯哼。啊，她的成就动机很强。是、嗯。而且她对自己的规划哈、啊、是按部就班的、哎。人格特质必须考虑在其中，对不对？这是确定的。对，像内控的啦、哦、成就动机，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蛮专门的学问。那如果以专业性的话呢，嗯、就是明、嗯、这个旭兰，你如何的去看待说这个创业到底等不等于就是一个事业的再第二春呢？我想创业哦，一定要做多做考量啦、嗯、很多人都说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样创业才比较安全稳健呢、嗯、我这边有一个333法则可以跟大家分享 哦。第一个三呢、啊、我建议哦，所有要创业的人他必须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哦有三年以上的经验，像明杰他就很优秀，他四年多的一个学习 哦，所以他可以在这个行业，所以够了，对，很足够的去了解说、嗯、哎，他包括成本啦，包括他这个有可能遇到的危机啦，是他有足够的了解呢，在这一行发展呢会比较平稳一点、嗯、那么第二个三呢，想要做老板哦，不要光看了看人家做老板很轻松了，是啊，其实你要有三项的一个专长功能哦、嗯、第一呢就是你必须要会经营管理 哦，经营管理，对，你毕竟是经营一家公司或者经营一个事业哦，它不是像玩办家家酒这样子。那么第二呢，你要懂得业务行销，你要怎么，你要知道怎么样把你的产品卖出去，甚至把它包装起来呢？哎，把一个不怎么样的东西呢，或者是跟大家都差不多的东西呢，经过包装之后呢，再去推销。是，对。那第三个呢，你必须要具备看财务报表的能力，就是你对财务呢，虽然你不一定要自己会做账，但是你必须要基本的去了解，是，免得到时候呢，要是入不敷出啦，或者是说你以为营收不错，但是成本更高，就没想到，哎，那就失算了。嗯、所以呢，那再补充哦，第三个333法则的第三个三呢、哦。就是我们要有建议有三成以上的一个周转资金，这样比较安心也比较安全、哦、周转金要三成以上，对，至少三成以上、嗯、譬如说你是100万的生意哦，你要准备大概30到40左右的资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在后续操作的时候不会每天都担心这个嘎3:30啦，或者是说你会担心说哎，那这个月度过了，那下个月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店就要收了、嗯、那这样子给自己的经济在包括经营上面的压力
就太大了。而且甚至于说刚开始啊，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开始自己当老板，不可能那个第一个月马上就回收嘛。这我相信有些人有经验的人呢、啊、都会知道，所以那个预备金是很重要的。对啊，明杰能引成功的例子，然后给一些想要创业的人，你能不能什么建议？有什么？我觉得在选择就是创业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创业商品，对，因为就是对于你这个、这个产品的了解，对，然后就是您抓住那个客户层大概是在哪一个范围里面、是在就是你要以量制价呢，或者是您要有品质去控制这个商品的价格，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先思考清楚，对，对吗？刚刚这样一听一席话，觉得这个门槛蛮高的，我早就已经打消了，你还想？哎，不过我在这里存有一点希望嘛，还有吗？就是我还要跟这个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是要仍然打打气。其实呢，想要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重点是呢，哎，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啊？当我们人预备好了，这个生命啊，这个个性的特质啊，当我们都预备好了之后，我相信啊，这个不管转到哪一行哪一业，态度是最重要的哦。好，那么今天呢，非常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谢谢，太好了。这主题全家哈哈哈，欢迎您下次继续的观赏。下次见，再见，拜拜。拜拜。